他这边坐这个船挺有意思啊，是分段坐，先是从那个码头那儿坐到这个剑湖的一个岛上，然后从这岛上走条路走过去，走到那边再坐一下，有点意思啊，这有点像西溪湿地那样的一趟趟的走。这个剑湖啊，因为有那个秋瑾，所以很有名。因为秋瑾有个别名吧，叫剑湖女侠，说的就是这儿。这块的环境各个方面呢，尤其是生态环境，明显要好于西溪湿地，不错的一个地儿。但是说白了，就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它三个景区嘛。科研有镇，还有一个剑湖，三个地方。剑湖上坐船挺有意思的，30块钱一个人，但是景区的这个门票它卖100块钱，这个性价比有点低了。其实这个地方说白了没有什么可看的。科研呢就是三块大石头，反正就那么回事吧，咱100块钱肯定不值。这个乌篷船是150块钱，然后能坐三个人。他们划船的方式很有意思，他们是用脚在划一个大橹，手扶着一个桨当舵，你看就这样。他们是在脚蹬，哎，这船跑得很快。你有点意思啊。